Careful. Good morning, lovely people. It is a new day. Right. How are you guys doing? Today's outfit. How beautiful the dress is. Fantastic. I'm going outside.今天的阳光真的好好哦，在泳池边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穿搭，一条超级美的蓝色的裙子，蓝白色。给你，好。今天吃麦当劳啊，最近几天一直叫外卖，我买了，一个薯条，然后和一个 ketchup。就打算吃薯条了，我是挑了一个，哇 ，Big Mac 看起来不错呀，汉堡包，哈哈，开吃，哦，哦，嗯。今天呢，真的是我第一次吃美国的麦当劳，就是非常非常之好奇美国的麦当劳是什么样子。但是我听我老公说呢，美国麦当劳就是可能质量不是很高，没有像亚洲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做的这么好吃。所以呢，其实我还是挺想念国内的麦当劳和肯德基的，就是感觉非常明显，就 nuggets。国内的 nuggets 都会好吃很多，但对肯德基来讲，上次我们也吃了肯德基，它的鸡块的味道还真的是一样一样，但是国内做的没有这么油，所以我觉得国内的吃法都还是，虽然说都是快餐油炸，但国内的油就会比美国的油少很多，控油做得很好。还有国内麦当劳的薯条呢，真的是我的最爱，就是那种香酥带一点盐，就是真的很好吃的麦当劳薯条。但这边的薯条呢，就肯德基的薯条根本不是那种薯条的味道，它做的是自己的，想要做自己的一种口味，但是呢，本人不是很喜。如果有朋友们也来美国的话，大家也可以试一试看喜不喜欢。但是呢，总而言之，他们都是一种快餐，多吃，并没有特别多的好处吧。然后呢，Wes 点的是一个 Big Mac， 他那个汉堡感觉还不错，可能麦当劳用的。Big Mac 它的酱料里面的 sauce 是特殊自己调制的一种 special sauce。 在美国呢，又点一个外卖，这个外卖呢叫做 Cava's C-A-V-A， 这是一家好像 Mediterranean 地中海的沙拉堡，就感觉非常的健康，有荤有素，然后可以加上一点自己的酱，可以选 yogurt， 所以感觉这家店我还是比较推荐 recommend， 因为它比较健康。garlic。 I guess my sauce is already there. 这里面呢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 topping。我感觉这个包里面就是有，我选了 avocado， 然后salad mix， 还有一些玉米粒呀、tomato 粒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就开始了用餐模式。此外呢，这是今天的穿搭。
a new day. I'm going to do some back exercise. I'm going to do some exercise. Definitely new day.昨天我在想要不要去剪一个刘海，就是我一直在长发短发有无刘海之间徘徊，就感觉现在这个发型还是蛮好，真的不错，非常好啊。对呀，那个裙子呢是最近新买的，它就有蓝白相间的这个 printing 色，感觉还不错，我觉得蓝色就是比较搭，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可以买一些蓝色元素的一些单品，不错哟。最近在追一个剧叫做《花轿喜事》，昨天追到了大概18集，今天我大概要看的是19集，所以耶，现在回去看剧了。裙子非常的 flowy， 今日穿搭